烏克蘭局勢緊張加劇，北約宣布加派軍艦同埋戰機到東歐部署，並準備增兵。俄羅斯就反指導致現時局面嘅責任在於北約同埋美國。殷雅樂報導。北約表示喺東歐地區增強部署係要提升震攝力。Let me be clear, NATO will not compromise on core principles. We stand for the right of each nation to choose its own alliances.And NATO's door remains open. 美國就話有8500名軍人現時高度戒備。The United States will act firmly in defense of its national interests in response to actions by Russia that harm us, our allies, our partners. 不過俄羅斯就反指導致緊張加劇嘅責任在於北約同美國，與俄方無關。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又指控對方散播假資訊。歐盟27國外交部長召開會議並發表聲明譴責俄羅斯，呼籲俄方降溫，警告否則要面對嚴重後果。有成員國揚言歐盟將會對俄方作出前所未有的制裁。另外，歐盟亦都有意向烏克蘭提供12億歐元支援。不過，與此同時，有消息表示歐盟兩大巨頭德國和法國以及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代表將於星期三在巴黎會面，試圖緩解局勢。